我只要200万，我其他什么都不要。至于你有多少钱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你这么多年的律师做下来，这200万应该是有的吧？对不起，你太高估我了，我一下子，我也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呀。至于你拿不拿这200万，你自己再考虑考虑吧。如果你认为200万能换取你的自由是值得的话，你可以来找我。这是我现在的电话。你一定要这么做吗？韩旭，我并不想用钱来要挟你，但是如果你像打发要饭的一样来打发我的话，我是不会同意跟你离婚的。说你在不在这下车？师傅，这红粉娱乐城，你们究竟干什么？那不写着了吗？红粉帝国娱乐城，那里边好玩的东西多着呢。现在是人少，等一会儿人多了，你进都进不去。你以前没听说过？没听说过更应该进去了。这地方是男人就喜欢去。我听说这里边的小姑娘，不但歌唱的棒，人长得漂亮。而且那床上功夫还特别一流呢。哎，怎么样，在这儿下车吧？不下，开车吧。
那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准时会赴约的。好，那晚上就到我家吧，我到时派人去接你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开车过去。行，林雨别墅。啊，林雨别墅。好，苏总，我们马上见。你找谁？啊，你好，我是苏总的朋友。哦，苏总朋友，你请便。哦，谢谢。小花，咱们呢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在这儿跟你说句实话，你找韩旭要200万，这哪是高了呀，这根本就是太仁慈了。你看啊，你夏小慧为了他韩旭，为了你们这个家啊，你付出了多少心血。哎呀，韩律师，上次一别，这么长时间没见，可把我想坏了。
我也同样盼望着能够再见到苏总，聆听苏总的教诲。韩律师，您太客气了，来，请坐。啊，请。韩律师啊，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光临韩社，我可真是太高兴了。我呢，也只是在瞎忙，一点效率都没有。像我这样干干这个还行，有很多事情呢身不由己，所以说前几次没有能按时赴约，还请苏总原谅。好，千万别这么说。韩律师，我上次一见到你就知道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。我苏星城其他不敢说，看人还从没走过眼。啊，请。谢谢。我可能干干律师这行呢还行，干别的恐怕就不行了，跟苏总您更是没有办法比啊，所以您这样夸我真是让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差点把正事儿忘了。韩律师，这是前两笔的代理费，200万。苏总，其实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，您这笔代理费让我有点受之有愧啊。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韩律师啊，要不是您，我那几千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讨得回来呢，还真便宜了我。花这点代理费啊，值。苏总既然这么相信我，那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。韩律师，我们也算初次合作愉快。以后就是自己人了，我也祝苏总财源广进，更上一层楼。好，咱们庆贺一下，喝一杯。好。啊，小月，怎么还不走啊？不是前阵子耽误好多事儿吗？明天队里开例会，我得整理材料，好好准备一下。要不啊，孙队又该发脾气了。哎，孙队没和你说啊？说什么？也没什么了。什么事儿？你倒是说呀。好了，孙队上回开例会的时候说了。说以后的会议记录啊，都叫小王去做，你就不用参加了。哎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对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你的。为什么呀？这凭什么呀？啊，我其实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的谢谢你。钱只是一个方面，我就在想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感谢你的。我知道你喜欢的人到底是谁，我今天也把他给请来了。怎么样，想见见吗？我猜不出苏老板指的到底是谁，不过既然是您的朋友，肯定也是我的朋友。我还倒真想见见。那你不先猜一猜吗？猜不出来。好，你们出来吧，韩律师都等不及了。老弟啊，看到老朋友你就不表示表示？
韩律师，没想到吧？我们今天在这儿又碰面。苏总，韩经理，我实在搞不懂这到底怎么回事儿。老弟啊，你肯定很奇怪吧？我怎么会把你喜欢的汪琪小姐请到我这里来？其实也很简单，他们都是我的人，所以你老弟平时的一举一动，我也非常的了解。苏总能不能讲得再清楚一些？我还是不太明白啊。既然老弟是自己人了，所以我也就没有什么可避讳的。实话告诉你，这红粉帝国娱乐城有我一点点股份，这外面人是都不知道的，而且我自己也从来都不去，别人就无法联想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这个秘密啊，就是红粉帝国娱乐城也只有很少几个人才知道。这件事儿除了我和杨子雄之外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其实啊，平常我只想低调一些，不想太张扬，所以他们那边的事儿我基本上不管。对了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请的律师，所以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。再说他们也经常跟我提起你。对了，特别是你跟琪琪小姐之间好像还挺有缘分的啊。原来是这样。嗨，苏总，怪不得红粉帝国这么红火呢，原来是有您这个大叔在后边撑着呢。哎，这都是他们的功劳，我只是出点钱，其他什么都帮不上。人家韩律师都做了好久了，你怎么不上前打个招呼呢？韩律师，上次一别，您不会把我给忘了吧？我把谁忘了，也不会把你给忘了的。老弟啊，看样子这次你得好好谢谢我了。我找的人没错吧？苏总对我的了解，让我不得不佩服。今天得到的惊喜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。老弟啊，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的能力。这次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，我在想啊，我想跟你保持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，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真是求之不得呀。哈，我想请你当我的法律顾问，全职为我公司服务，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再接别的什么案子了，我可以给你相当丰厚的报酬，比你辛苦挣的还要多上10倍。另外，你事务所的开支也由我来支付。当然，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，尽量提出来，我尽力的满足你。苏总所说的话，我想对任何一个律师来说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。同样，我也很难抗拒这种诱惑。但是这件事呢，事关律师事务所的所有人，所以我想过几天再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。哦，行啊，我可以给你时间再考虑考虑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。苏总，韩律师，来，我们再来干一杯。为了我们的缘分，为了我们能够走在一起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干杯！来来。
喂，我是韩旭。韩旭，你在哪儿？我有事找你。我现在在外面有事儿，你怎么了？想见你，有话对你说。好，你等着我，我一会儿过去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接到一电话，别人找我有急事儿，我得先走。老弟啊，你怎么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？你今晚要是走了，那我们琪琪可不是又要独守空房了吗？韩律师，不会连我们琪琪小姐的面子你都不给吧？今天的遗憾只有等到下次再弥补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经常去你那儿为你捧场的。放不放你走，我们可做不了主，那要看琪琪小姐到底怎么个意思了。对，苏总说的对。韩律师如果有事儿的话，应该先去忙正事儿，我是不会怪他的。谢谢。老弟啊，你看他待你多好，你可不要亏待他哟。既然他都没什么意见，我就不能强留你了。本来呢想跟你再好好的聊一聊，不过我想以后咱们应该有机会，是吗？哎呀，今天实在是抱歉，苏总，都包涵。别那么说，那个事儿我希望你回去以后再考虑考虑，希望尽快给我个答复。好，好，我送送你。啊，不用了，苏总，请留步吧。那样也好，琪琪，代我送送韩律师。韩律师，我送您出去吧。啊，好。韩律师慢走。再见。你先回去吧。今天的事儿我事先也不知道。我明白，现在呢你要更加小心了，有什么话咱们找机会。我们就能收住他的心。但是我还是觉得韩旭还跟我们保持着距离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乖乖的选择。时间小琪，你不要误会。误会？你说误会？我刚刚亲眼看到，你说误会？你不要当我是三岁小孩。小琪，事情不是你所看到那样子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韩旭，我今天才算认清你是什么人。亏我以前把你当作值得信赖的大哥，宁可不告诉我姐，要把所有的心里话都告诉你，还指望着你能帮我出出主意。谁知道，谁知道你今天干出……小琪，请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和汪琪是认识，也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有关他的一些情况。但是我和汪琪真的没有什么，你刚才看到的只是逢场作戏。逢场作戏？鬼才相信！你不用再花言巧语的骗人了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，我也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！我知道你现在情绪很激动，我说什么你也不相信。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解释清楚。哦，对了，你姐姐刚才打电话找我，这样，咱们一块儿过去，找个地方好好谈谈，我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。我现在就自己去告诉她，我要把我看到的一切都告诉她。小琪，你别冲动，你放开，小琪，小琪，小琪。喂，小月吗？我是韩旭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好，你在门口等我一下。
我马上过来。小月，刚才我在外面不方便说话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我这次回到队里，我觉得好多事儿都变了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有什么不对劲的吗？我觉得孙队对我有意见。啊？为什么这么说呀？我这次回到队里上班，以前吧，每个星期的例会都是我做笔录，现在孙队不让我参加了。还有，孙队每次出去办事儿也会带上我，他现在也不让我去了，说是什么让我好好休息，注意身体。其实你看我的身体已经完完全全恢复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韩旭，我想不通，孙队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照你这么说，孙队的态度确实有点问题。为什么呀？就因为我经常跟你在一块儿吗？不会。会不会是因为我为妙兰辩护得罪了某个人的利益？因为他一直认为妙兰是罪有应得，是应该尽快被绳之于法的，所以他非常不愿意看到任何有利于妙兰的证据，而我又是经常寻找这个证据，你呢又在帮我，所以他自然会对你对我有一种看法，同时他也会影响了孙志宇。谁啊？我并没有做违反纪律的事儿啊，我帮你的目的也是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，不冤枉好人嘛。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冤枉好人，在他的眼里，妙兰运毒贩毒就是事实的真相。你说的这个他是我们的徐菊吗？安旭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啊，你现在没必要非正面，顺其自然好。等到妙兰的案子真相大白那天呢，大家应该都会明白的。睡得这么香，没忍心叫醒你。谢谢你啊，那我回家了。等等，今天晚上见你之前呢，碰到你弟弟了。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小琪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吗？当然记得了，你跟我说过她叫汪琪。啊，对对对，汪琪。怎么了？其实我早就认识她，她是红粉帝国里一个普通的歌手。你们早就认识啊？嗯。那你告诉小琪吗？没有，我跟他说不认识。红粉帝国和其他的娱乐场所是一样的，里面的小姐呢，不单陪客人唱歌跳舞，只要你价钱合适，她还会陪你出去过夜。汪琪呢，歌唱得非常好，人也很漂亮，在红粉帝国里非常受客人的欢迎。但是同样，她也会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。看到小七手里照片的时候，我真有点不太相信。我本来想把这一切告诉小七的，但后来我还
还是不想做。我不想破坏这个女孩子在小七心目中纯洁无瑕的形象。况且我也答应了汪琪，不把她在那里的情况告诉小七。那今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认识苏倾城吗？苏倾城，这个名字挺耳熟的。苏倾城是倾城集团的大老板，是咱们这数一数二的商业巨头。我跟他呢并不太认识，但是前段时间接到他一电话，让我帮他追讨一部分欠款。这件事情进行的出乎意料的顺利，于是呢，他在今天晚上邀请我去他家做客。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他是红粉帝国的幕后老板。这和小琪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和小琪是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在他家呢，却碰到了汪琪，还有红粉帝国的总经理韩露。这个时候呢，正好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就说我有事先走了。苏倾城便让汪琪出来送我。等我上车要走的时候呢，碰到你弟弟了。他可能误会了我与汪琪之间的关系，他当时非常激动，根本不听我的解释，后来把我大骂了一通就走了。你刚才说你和汪琪早就认识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啊，我和汪琪呢，只是通过韩露见过几次面，并不是特别熟。但是由于妙兰的案子呢，涉及到红粉帝国，而我对红粉帝国呢，又有一些怀疑。我觉得啊，汪琪有可能成为揭开红粉帝国神秘面纱的重要线索。所以，你就故意去接近他？你是想从他那得知红粉帝国不为人知的秘密？对啊，汪琪虽然是红粉帝国一个普通的歌手，但据我所知，他深得韩露等人的赏识和器重。根据我和他几次接触，我发现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。尽管她受到别人的控制，有时候会做一些她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但是她对小琪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。他之所以拒绝小琪，是因为他觉得他配不上小琪，他对不起他，他希望小琪能够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女孩子。看样子他把心里话都告诉你了。韩雪，如果你今天要是没有碰到小琪的话，你还会告诉我这些事情吗？哦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说，主要是怕小琪知道，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。其实我早就打算告诉你的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我觉得小琪根本就不应该和这样一个女孩在一起。你想想看，这样一个整天出现在娱乐场所里的女孩，怎么可以和小琪在一起呢？汪琪是一个好女孩，她对小琪是真心实意的。韩雪，赵小琪可不是你，她哪里分得清哪是好人哪是坏人，哪句是真话哪句又是假话呀？小雨，你怎么了？你不相信我？对不起啊，你今天的话让我挺失望的。我现在里边也是什么都想不到了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相信你。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，夏小慧说的对，和其他男人有什么区别？所以他才会选择离开你。小雨，其实我一直以为我韩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是最了解我，没想到你也不相信。不管你现在怎么想的，也不管我之前说过什么和做过什么，我都对得起小琪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哦，对了，关于汪琪的事情呢，你暂时先不要告诉小琪，我怕他出什么事。我知道了。
姐。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姐，他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可千万别再相信他了。我晚上亲眼看到他跟汪琪，他和汪琪抱在了一起，两人别提有多亲热了。你说完没？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可能你是看到了些什么，但是他都跟我解释过了，我相信他。你糊涂了吧，姐？他把我们姐弟俩都给耍了，你怎么还能去相信他呢？我还不理解你呢，那么多女孩子你不喜欢，你偏偏要喜欢娱乐城里唱歌的。好了好了，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。姐。我一定要弄明白不可。王琪，陆姐，你吓我一大跳，胆子怎么那么小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跟陆姐说说？没有，陆姐，是我昨天没有休息好，老觉得提不上劲啊。我怎么觉得你心里有事情？跟韩旭有关。陆姐，你说哪儿去了？我心里根本就没想呢。你也别不好意思，有这种想法很正常。更何况，你们以后在一起的机会多了。王琪，那你上场了。哎，陆姐，等待我上台了。去吧。
青春无悔的深处。